才这个卑微的讲，你有没有看清？你有没有看清你跟神扛不起的，杰森？你跟你的阿布兰扛不起的，你还不努力工作，你怎么会不输呢？来、right? 下面立松这边呢，我弄一个这个哈，应该可以的哈，我写，等一下哈，我想写给 Perry 让 Perry 打出来，这个，所以我放了十分钟这个哈，我觉得这个我们很多人能够学到这块儿，我想一想啊，我应该可以，应该知道怎么弄。Perry， 你把你的微信打开，我发到你微信里面。我们立松这是一个很好的 case study 哈 ，Cindy， 你也知道你为啥输给了立松，然后你让大家知道的，我们输了这一次哈，心服口服的要输的。方叶美在找的时候，就先自我介绍吧。介绍我是立松，从明尼苏达，我在圣地。开始的时候是2010年3月31号开始的，然后一年后呢，觉得 WFP 是个很好的平台，我就快跟上了。我那时候是 IT， developer， 那时候也是 income 也是六个 figure 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吧，有可以保可以控制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还可以帮助很多家人、家庭和我自己的 retirement， 所以就开始进来了。Indiegogo 呢？这次是我先讲吧，就是这次 Indiegogo。OK， 那月美讲吧。没关系，你讲。没 Indiegogo 这次是我自己打破自己的那个 comfort zone。自从我先生过世到现在，我一直在 Zoom 里面做了很多事情，管理了家里很多事情 ，take over 他的那个家里的事和外面的事。但是呢，我一直在 Zoom 里面做的非常 comfortable。我的 income 没有下降，但是呢，我的团队是。去年 build 好一个 MD 之后 ，SMD 就 build 了三个，SA build 了几个，但是慢慢就是往下走，对，所以这次呢，我一定要把我从那个非常 comfortable 的那个领域里面拿出来。所以月美说中文培训 Indiegogo 我就去了，所以我知道那时间对我来说要飞过 Chicago， 我还要照顾一位老妈妈，94岁，我的时间是非常的少，但是我说我一定要自己要走出去，我不走出去，我的团队慢慢就没有了。就是我第一个，所以我非常感谢月美的那个书娟这次的大家来帮忙做出这个一只狗中文的一只狗，我是 go out of my comfort zone。第二呢，就是刚才David Jen讲的保护帮助家庭，我这次的两个，这次的一只狗之间，我帮助了一个最小的是一个月，最年长的是78岁，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我喜欢做的比较久。好，这样哈，你看我们通过我跟立聪的 conversation， honestly， 这一次的Elite Circle， 我跟苏娟是 organizer， 我就这个跟我的团队的这几个 SMB 哈，我说 no matter what， 这一次的所有的 SMD 跟 MD 都应该从我们团队出，这是我们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哈。所以呢，经过了几轮以后。我作为一个 organizer， 那我也知道我的力量应该在什么地方使。我们很多人都讲，哎呀，你怎么 identify leader， 怎么 identify people， 然后你的这个，待会儿这个 David 会给我们讲这个 leadership 哈。所以那我看到立聪进入了状态，所以立聪从去年1月31号先生去世啊，调整了很长时间哈。哎，所以这一次以立的时候，他真的是进入状态了哈。所以呢，我就跟立聪讲。我说这次立聪你的目标就是 SOAR， 你就是 number one SMD 哈。所以这立聪我说，但是呢我们俩有个要求，我们要有一个 update， 我作为一个这个 leader， 我希望在某些方面能够帮到你，同时呢能够给你一个 encouragement， 或者甚至一个recommendation 哈。所以在立聪11月2号这个立聪的 update， 他说他有一个 personal recruit， 一个 trainer recruit， 三个 case submitted，bonus， New Year kickoff， hotel flight， 这都不算。这上个礼拜二，我跟立聪讲，我在这个 Zoom 上跟他弄了将近一个小时，所以立聪整个把他 team 的这个New Year kickoff 的所有的东西都 registered， 所以他一直心态很 ready 了哈。所以呢，我就鼓励他，当这个 sticker 看不太出来，很漂亮的 sticker， 所以我最近 click 了很多 emoji 哈，所以我这么写的。
I believe you can get 5 points more, at least. 为什么我作为一个 leader 哈 ，Cindy 是我的啊这个 first home BPM 的 recruit， 所以 Cindy 我们两个从 day one 在这个生意当中，我都了解 Cindy， 我也知道 Cindy 的这个后劲很大。当然，那我跟立聪讲，我说你如果想赢 Cindy 哈，我们做了 analysis， you have to get 5 points more。At least you deserve to earn the sword。所以这种 encouragement 的这种语言哈，我说 you deserve to earn the sword。然后呢，我写了那个，我害怕立聪看不出来那啥，我就写了个 sword 哈。然后呢，这个立聪我又给你打电话，我光写完了这个还不行，我还给他打电话，我说立聪，我给你打电话，你必须要继续做，在这个 momentum 上不能往下走。所以这个到了。下午2点哈，你看立聪1点多，这个我在开车的时候给你打电话，聊了以后，这立聪 update 了 two more team recruit， 啊，逼着再往下走 ，Harry， 往下走了，啊，有了哈，哎，再往上一点点，所以这立聪哈是一个，立聪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愿意分享的。非常 R type 的，我们都叫 S T A R 哈，立聪是 A， A R S T 或 T S 哈，所以在立聪这是 new recruit， 然后立马送了个啤酒过来哈，所以我说 you are really amazing， 立聪又是一个 encouragement， 就是我们要 recognize， 尽管他是一个 S M D， 每个人都喜欢听好听话，哎，我们作为一个 leader 哈，所以这个我又给他啊、这个再往上一点，是不是丢了一套？没啊，好，我说 you are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great moments， 因为他给了一个 picture， 我就谢谢他这个 sharing 哈、啊，这个啊又给他来发了个 sticker， 我有很多很漂亮的 sticker， 这是想出来哈、啊，所以这个我说 2 points more， yeah， three more to go for tonight， I bet you can lead your team to do it。其实我不是特想让他自己做 personal。他可以立从收发啊，在整个签聘 team Rocket team 所有的 SMD 包括就从 Rocket 开始到现在立从 SMD number one personal recruiter number one， 他的 personal recruiter number 是最高的，所以我知道他可以做 personal， 他要做 personal 一天他可以做10个20个，我们很难赢他的，因为他很会讲话的一个哈，所以那我就鼓励他，我让他去这个 I bet you lead your team to do more， you can lead， 所以其实隐含的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那么清那么明，因为他已经是个很好的 leader 了哈，所以啊立秋说 trying for one more point， 然后我这一看说的 trying， 我就感觉不行了，这个有点下降，我赶快又打电话，我 is not trying， you have to do it。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很高的 senior 的 leader 哈，所以等到了这个11:02，这个立聪 update 了 ，two personal 4个 trainer recruit， 前面呢是2个，说他又有2个，所以 three case submitted 的，然后我又给他一个 sticker， 又能再往下走。然后呢，我把整个我们的 conversation 弄到我整个 team 的leadership 的 group。然后我跟大家都分享，说很多人跟他点赞哈，所以这个我自己在那边也写了一段话，我说我们大家都应该向立聪学习，在last moment 还能够这个 drive around， 他都是开车的，他说告诉我我要开车到这儿，我要开车到那儿，我要赶快给他打电话，开车小心，因为他是一个很 A 的哈，所以这个他说这个他说哪里谢谢你哈 ，building need big coach， 所以可能立聪。这个咱们俩认识以来，我从2010年认识立聪，到现在可能立聪说的一句话说我是你的 coach， 只有说 right， 所以啊，我自己其实很感动的，很感动的哈。没有，你是内心里边会认可，但你没有这种写出来。当你写出来，我觉得我被 recognize 了。哎，做当这个小孩能够这个赞同父母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是不是也很高兴？所以这就这个生意的 beauty 哈，我们都应该 encourage each other 哈。所以这个立聪讲这个share
easy homework, teamwork is dreamwork. What a great day！ 所以丽叔，你给大家念吧。就这样吧，我就后来我就完成我的那个我的那个 homework 了，然后有40分钟我 finish my books report， 之后我就很那个非常激动，我就 share 给我的 team， sharing my initial homework， teamwork is dreamwork。What a great day！ November 12th, November 2nd, our first help to rebuild Hannah's team。我去 Hannah 的 office 的时候，我 reconnect 三个 license。Recall 他的那个 AMA， 对，然后再 prospect 一个人做一个 appointment， 然后有个对位 phone call nationwide 解决另外一个那个 SA 的那个 inactive SA 的问题，所以在同个时间我在两个半钟头不到，我 reactivate 三个 license associate， 那天我是真的。这最后一天了，然后我知道岳美常说心理非常强，我知道心理在看我 Instagram 已经很多年了，他是非常强的，但是我不只是为了这个，我觉得是真的，今年 这次是真的 it's about my time, it's time for me to shine, it's about time, 所以我就非常的激动，早上的时候我真的一个礼库都我的思维我都还没有想到我有哪个礼库，突然间打电话给那 California 不同的那个庆把庆礼库两个人，对，就是慢慢这样，但是岳美的 encourage 是非常激动我，对，所以就这样，然后，所以这是做了这个神秘的 homework， 咱们都神秘的 homework， 对，再啊再往下，不用，那不用，对，所以啊，立春非常激情的写了这段话哈，啊，这个我后来给我 good morning 立春，这就是礼拜四了，因为结束了嘛哈，我 leadership is everything， you are an amazing leader。Who will lead your team to the next level? Go for $250,000 ring, but first, build the first SMD. Thank you. 就是 finish 以后，最后的结果破钱还是不知道的。但是 at least 的他做了哈。所以立聪，你跟我们念一念吧这段，这是他给他的团队分享的。我就想说 ，I was so amazed by the magical happened yesterday. In Tuesday night, my goal was to have 2 more recruits.我们有那个 English team 的那个trailblazer， 我就是答应叶美说你会来拿几个 recruit， 我说我就会做两个，我知道我的能力就是 personal recruit 可以做两个，啊，所以呢，但是呢，我的结果 my goal was to have 2 more recruit， so by noon I achieved 3 points， 2 recruit， one team and one personal， then at lunch I went to the bank help my mom to cash the check， and I went to Hannah's agency。From around 2 to 4:15, 2 and 15 minutes total, I achieved 3 AMA and 3 license agents. I talked with Helen, Han, just another meet up, emotionally talk and share the photo, 她的家里的 photo. 之后呢，她就开始就继续 recall 她的那个 AMA. 然后呢，我就见到她，因为她是一个 office， 很多客人可以进来买飞机票的。我见了三个客人，我一个 prospect， 其中有一个我就做了一个 appointment， 隔一天我就和他见面了 ，OK， 然后呢，我站在这里，我就和 Helen 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就一个和一个 license， 之后呢，我就进入 Helen 啊 ，Hannah 是他们整个 office 的 MD， 他是我的 MD， 但是进来也没有什么动静，因为 COVID 的时候家里面有很多人 positive， 就是忙着 take care of unhealthy 的这个 association。然后呢，就在那边的时候呢，我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是 Hannah 最强的 SA， 他已经不 active 了。我说呢 ，Why don't you call Peter？ 在那个 Peter 里面讲话之中，我说就讲关于他的进来家里的事情。后来我们就说 ，Peter，let's recall that， 因为 Peter 上次我 recall 他过了，但是因为系统 WP 系统有问题，他有 license 我 recall 不了。这次我知道行了，但是他有家里很多事情，他不回我的话，我就用 Hannah 来打电话给他。所以呢，就 Peter 就在 recall， Peter 又有个 policy lapsed， 所以我说 why don't we call nationwide， 直接在那边就解决他的 nationwide 的问题，就是我一直我不想走了，因为 Hannah 也非常忙，他是 international agency 的一个 manager， 就这样我就把他又回来了 ，Peter 也回来了，那个 right license 也回来了，然后晚上又有另外一个也是 Hannah 的 team， 他们断掉他的 license。我没有他 license number， 他说他可以回来做，我就问 Perry， 我说 Perry， 我找不到他的名字，找 license number， 突然间急的时候已经够累，那天太累了，所以我就找不到。后来 Perry 帮我
啊，找到他 license number， 扣好之后呢，找不到他来做 verification， 他没有 check 他的 message， 说我根本不能 recall 他，他就会 recall， OK， 然后来他回我的话，他打电话给我，啊，然后就这样勾数，然后另外最后一个我知道心里很强，所以最后我就拿到一个 personal recruit。所以十一点十分我拿最后一个是我的 second personal， 那天我就有四个亲密库和两个 personal。 谢谢谢谢谢谢，所以我你们可以看到哈，anytime anywhere teamwork always makes the dream work， 不管我们是 new associate 也好， SMD 也好，或者是 EVC 也好，我跟苏娟我们俩可以 work together， 我可能是蠢妮或者她是蠢妮哈，啊，就是所以 Cindy 呢，这次实在对不起了，你很强，但是呢我们强强联手的时候，不要说对不起，不要说对不起谁，自己对得起自己是最重要的，对对，所以哈，所以我想这立冲这次这个 momentum 哈，啊，这个很厉害，所以刚才啊，对 David 讲了以后，我想立冲，你两个女儿都是 business owner 哈，我相信你的 business 在这里边传给他们的 residual 应该比他们做得大，谢谢，再次感谢。最后呢我想谢谢就是 Ian， 这次他也是和我一起开车过来，这也对我也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大家 team work together，所以希望大家努力加油，好，谢谢。